富里乡目前正在进行富里乡吴江村产业道路下边坡、海葵风灾复建工程等多项工程。乡长江东城重视乡内各项基础建设的进度以及品质。江东城表示，确保每一项公共工程都能够按时完成，以提高民众的生活品质。富里乡目前正在进行吴江村产业道路下边坡、海葵风灾复建工程等三件，花74乡道四公里处下边坡、海葵风灾复建工程等两件，以及丰南村三林农路的海葵风灾复建工程。江东城率建设科长陈丰彦会勘检视以及督导乡内公共工程的施工进度品质。这土啊，那些我们外面的土都会掉过去。那大王是没有马路了是吧？没有了，没有了。哦，到这边为止，就是到底这样是吧？对对，它只有到最后一块土地上面。这次会勘工程对于保障当地农民的日常巡田水非常重要。江东城重视农民权益以及交通安全的保障。除了以上灾害复建工程之外，还有其他灾害复建工程目前持续施工当中。现在就是11月27号，11月底之前就对了。它本来都好做了，就上次哇一下台风来。江东城表示，富里乡各项重大工程，为了保障并提升乡内基础设施，确保每一项公共工程都能按时完成，以提高乡亲的生活品质。记者高双双富里乡采访报道。